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2500年前的秦地民歌《蒹葭》中，就已经提到过白露时节的秋凉之景。白露一般在每年的阳历9月7日左右来临。月令72候集节写道：八月节，阴气渐重，露凝而白也。由于这一时节太阳直射点明显南移，各地气温下降很快，天气明显变得凉爽。晚上贴近地面的水汽在草木上凝结成白色露珠，由此得名白露。白露起，鸿雁南飞，候鸟的迁徙自此拉开了序幕。而夏天过去，秋凉秋燥渐现，昼夜温差增大，人们也应该更加注重养生育外。白露养生应当注意补养肺肾，可选用一些中药以滋养肺肾。大家常见的山药性味甘平，可以健脾养胃益肺肾，治疗食少、便溏、虚劳、喘咳、尿频或消渴。蜂巢山药可以健脾益胃，用于治疗脾虚、食少、泄泻、便溏、白带过多。还有一味中药熟地黄，性味微甘微温，入肝肾经，滋阴补血，治疗阴虚血少、腰膝酸软、劳素骨蒸、遗精崩漏以及月经不调。白露时节可以将茯苓、酸枣仁、当归、五味子研磨成粉，加蜂蜜或姜汁，搅拌成膏状，每次取3至5克药膏，制成3×3厘米大小的一个敷贴，贴于双侧的神门穴、涌泉穴。此药贴可宁心安神，对于改善睡眠状况有良好的效果。中医学中，秋令与肺气相应，白露时节寒气渐长，气候干燥，燥邪和寒邪最易伤肺，因此白露时节需养肺，但要注意不能一味进补。在饮食上建议清淡、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素食为主，多吃梨、银耳、蜂蜜、百合、枸杞、萝卜、豆制品等。白露季节早晨喝碗粥能防秋燥，如银耳粥、莲米粥、芝麻粥、红枣粥等。还可以用冰糖炖柿饼，可以润肺止咳、和胃消食、凉血止血，适用于秋季肺燥引起的咽干、喉疼、干咳、纳呆、消化不良等。冰糖炖柿饼，它的做法是以柿饼3到5个起净后切成小块，然后把柿饼与适量的冰糖一同放入锅内，加水炖1/2小时即可。白露时节天气转凉，正是酿酒的好时机。
在南方部分地区，每年白露节一到，家家酿酒，人们用糯米、高粱等五谷酿成白露酒，略带甜味，用以待客，又称白露米酒。这时节江南地区正是收获的季节，取当年的新糯米来酿造米酒，有庆祝丰收的意思。其次，这种酒甘甜温热不燥，有利于寒气的散发，发酵过后还具有丰富的营养元素，具有健脾开胃、补血养颜、舒筋活络等功效，最适合秋日饮用。俗话说，白露秋风夜，一夜凉一夜。白露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极大的一个节气，又处在秋季由热转凉的时间点，人若不能及时适应此时的变化，便易引发许多不适。白露过后，秋高气爽，正是人们外出旅游的大好时光，但是常有不少游客在旅游期间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，其实不一定是感冒，可能是花粉热，即我们常说的过敏性鼻炎。这种情况日常要注意防寒保暖，出门最好佩戴口罩，特别是因体质过敏而引发上述疾病的患者，在饮食调节上更要慎重，平时要少吃或不吃鱼虾海星、生冷腌菜和辛辣酸咸肥甘的食物。秋天即便凉爽了，但空气中的尘埃花粉也会明显的增多，这时候是过敏的高发期，过敏体质者要尽量减少外出。白露过后，阴气逐渐加重，秋风飒爽，虽然白天的气温仍可达30多度，但是夜晚较凉，昼夜温差较大，若下雨则气温下降得更为明显，人们就容易感冒。感冒属于中医外感病的范畴，风寒与风热是导致感冒最常见的外邪，如果得知，应早诊断、早辨证、早治疗，还要注意早晚添加衣被，不能袒胸露背，睡卧不可贪凉。所谓白露勿露身，早晚要叮咛，正是说的这个道理。白露一到，秋风渐起，万物萧索，人也应随之改变，收敛神气，凝神定志，以自然健康的身心尽情领略秋天的魅力。